Hello，大家好，我是 Cici。那由于我拖延症晚期啊，我们阅读 Reading Fill in the Blanks 这个打卡团呢，本来预计要在年前开的，但是呢，现在就拖到了年后开。所以呢，希望大家过个好年，然后以全身的一个精神面貌啊，来参加我们 Reading Fill in the Blanks 的打卡团啊。那 Reading Fill in the Blanks 呢，也被大家熟知叫做拖拽填空。那么我们马上要开启我们这个打卡团呢，也是老样子，给大家录一个开团视频，来给新朋友和老朋友呢都介绍一下如何详细的参与到我们这个打卡团当中来，然后如何最大化的呢，获得老师的指导和自己提升自己的这样一个水平。那我还是要声明一下，本团全程免费，那它一定会让你觉得跟你原来的付费任何的付费课程比起来都要物超所值很多。那你需要付出的呢，主要就是时间啊，还有就是你的坚持就可以了。好，跟我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如何来参加这个打卡团啊。视频你应该如何使用？那每周二呢，我们会发布已经录好的一个视频。那么这个视频里面主要包含的是新的知识点的一个讲解。那因为知识点呢，它会贯穿到每一期、每一周我们的学习当中，所以这个知识点在哪些题型里面的运用啊，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除了这个视频需要大家来看之外呢，我们每一周呢也会尽可能给大家去进行多的直播答疑。但是一定确定的呢，是会有一场直播讲解。那么这个讲解呢，会讲解我留下来的题目啊。那这个跟以前是一样的。好，那么我们目前预定的呢是每期视频是三个 Fill in the Blanks 真题讲解，然后每期直播呢是有四个练习题的讲解啊。那么如果正常来讲的话，这个练习量呢可能不是特别的够。那平时大家自己下去可以多做一些题目，在我们 PTE Go 的网站上或者任何的网站上面，你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练习题目啊。好，所以这是视频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如何参与到啊我们这个小的群这个社群当中来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扫码添加我们视频当中的这个课程顾问的微信，然后呢直接就会被拉到我们 Fill in the Blanks 的群里面。那么我们每次录播视频的更新都会在群里面啊发布，然后大家去点击链接去看就可以了。那我推荐用电脑啊。那么每周的直播点评和讨论的时间呢，我也会在群里面，我自己也在群里面啊，第一时间跟大家讲。然后大家按照群里面的消息，这样呢，我们整个参与感就更强一些哈。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整体这次视频题目，然后包括用到的内容呢，都是100%来自我们的这个月高频预测。那练习方面呢，用到的是100%培生官方的练习题。好，我非常非常期待啊，我们下一周见。然后又要跟大家在一起度过4周左右的时间，希望每个同学都能够从我们的这个视频当中获得真正 Reading Fill in the Blanks 的理解、作题技巧以及最后分数的提高。好，我们下周见，拜拜。